我讲完了呀。讲完了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讲完了呀。电话挂了之后，他就自己睡自己的呀。这样吗？爱左流太好了，他就是很真实的，他自己的那些，你看，如果是别人，他不会把这些说出来的。三观。他就真真实实的，真的。按道理来说，做生意的人都是头脑都很精，他不会说怎么怎么样。但我感觉他真的还是很真诚的、哦，这样吗？谢谢谢福元素的花环，谢谢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哇，吃的好饱啊！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再吃点，吃了好多了，吃了，你看夹到碗里都没吃完，这样。寿司吃了，寿司不吃了，我吃不动了，就好吃，我吃不动了，亮，没事，你拿着。对，打正能量，打正能量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。少说话，家人们，少说话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少说话也公平，滚得那么快，我不能少说话呀。艾总，一会儿你不是带我们要出去玩吗？我们可以去吗？还是还要去玩吗？就你们俩去吗？今天都不是玩了一天了吗？还要出去玩？就他俩去。哎，没有，我仨一起的，我仨一起的。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，我不去了，你俩自行解决吧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们在你们离十公里的地方看着，我们拿望远镜看着。一起吧，吃饱了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嘛，去走一走嘛。去散散步吗？对，去吹吹吹吹江风。去散散步吗，家人们？咦，我哥去吹江风。咦，家人们要不要去散步？家人们，你们说要的话扣一。要散步呀，必须得去散步。要不要带着你们去散散步？要的话扣一，家人们。吃饱了晚饭，散散步是很健康的哦，家人们。不能吃饱了就躺着抱这个。哦，好困啊。是不是？手机，对。哇，你们也想去散散步是吧？因为家人们，你们应该都很多人也没有来到过杭州哦。其实也可以带你们直播着，带着你们看看外面，真的老好了这里。去什么马路很好啊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加入粉丝灯牌家吗？没有加入粉丝灯牌的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对，还没有关注我的也都关注一下，点个关注家吗？加到粉丝灯牌。加入是这样啊，因为周末西湖人特别特别多，西湖的人特别多，我们车都开不进去，要么就坐地铁去，要不然就坐公交车去，开车反正是很要停到很远。这个男的是我的朋友家吗？我看到有些人还不认识爱走，我朋友的哥哥也是我的朋友。我在江城西湖，我觉得要烟雨蒙蒙，3、4月份去看是最漂亮的。三个孩子真开心，你们开心吗？家人们，我们开心，你们开心吗？坐公交去，家人们是吧？坐公交吗？好多年没坐过公交了。还有什么爱情桥啊？爱情桥在哪？我在西湖区。断桥吧。断桥。还有人在西湖里面是断桥。其实。哈哈哈哈那个。新白娘子。断桥其实最早来说，它就是在古代是有一个人家的姓段。段誉的那个段，他家出钱修的那个桥就叫断桥。然后后来就给神话故事给用了，游湖借伞嘛，断桥才会有，大家就断就听到这个断，就变成了这个断了的这个断。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每年冬天下雪，下完雪之后呢，那个桥上会有积雪嘛，但是那个桥顶桥断桥是个拱桥，拱桥的顶部的雪它永远是积不上雪的，只有两边有，中间就像断了一样，所以叫断桥。断桥有两种说法。哦，家人们都听到了没？听到了爱总讲了没？那次我也在杭州，你们有多少人在杭州呀？哥，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杭州？其实我跟你们说，家人们，我哥是非常的有学识学问的，他知道很多的那些东西啊，就是传记啊，以及一些名人呐、啊、史册呐、啊，他什么都懂的，就是他，
他肚子里装满了智慧，他不仅有好，他我哥真正的是不仅有好看的皮囊，他有有趣的灵魂，他脑子里装满了智慧，不是说看起来就是感觉很帅，就是自古以来讲究什么郎才女貌，郎才女貌，我哥不仅是什么有容貌，还有什么智慧。我是狼，你不是狼，让你哥追到儿子，你是什么？嗯，我就是我呀。所以我哥知道很多，我很多东西都是他教我的。对，他知识渊博，他是狼，郎君，那行吧，那他是织女嘛，牛郎织女。妹妹变漂亮，我一直都漂亮啊，家们。妹妹看屏幕，叫阿泽把你介绍给我。家人们，他是不是头发盘起来比较好看？家人们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我头发这样子扎起来好看，还是披下来好看啊？都好看。扎起来更好看，家人们啊，披起来也好看。你们见过我披头发的样子吗？还是这样扎起来吗？披下来？看起来有气质，对，这样扎起来看起来有气质啊，家人们哦，王子头比较有气质，对，我觉得是扎起来好看吗？扎起来更有女人味，真的吗？对对，昨天是披起来的，今天是扎起来的，那我以后就扎起来了啊，人美怎么都好看，对，我觉得是他怎么都好看，人美怎么都好看，多好看，对的对的，谢谢加入粉丝灯牌，来加入一波粉丝灯牌，家人们加入一波粉丝灯牌，感谢感谢，然后还没有关注啊，直接关注一下。漂亮的美女都好看，对，其实她长得好看，所以呢，就是头发也好，穿什么也好，都很有气质，很好看的。然后她皮肤又好，家人们。不知道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，我们的话都吃得饱饱的嘞，吃不完，根本吃饱了，都吃不完了，好浪费呀、啊、艾总你安排的太多了，要不打包走吧，我们这些艾总还用打包吗？打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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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不仅有钱，他还非常节省，这种人我跟你说，不是节省，不浪费，对，粮食不可以浪费，哇，因为我哥一直给我说一句话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他们都说你们一家人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把后两句读在前面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所以我哥告诉我，就算我们再有钱，我们也不可以浪费粮食，因为这些粮食是农民白白就是辛辛苦苦就是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吃饱穿暖。所以他一直教育我，也不要浪费粮食。所以我们兄妹两个出去。就是我们每次点菜都不会点的很多，就算点很多我们也不会打包回家的，所以我哥哥这一点还是不错的。对的，家人们打包了，已经介绍打包了，阿子哥等一下，人要哪儿了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对，这个家人说光盘行动，对，光盘行动真好教养，爱走优秀，对呀，他们文化又高又优秀，家人们又很善良，你看粉丝说让你跟着爱心车好好学习，对，我跟着我这点外号朋友好好学习可以的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不是说你跟着我们好学，我也跟着你好好学习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啥好学的哦，我教你直播可以，不是直播很多东西啊，很多东西我身上没有啥好学的，我想跟你学采蘑菇，学采蘑菇、啊、采蘑菇的采蘑菇的话这里没有的嘛，大凉山才有，那我你要去大凉山吗？太多一定要去，哇，下一次艾美你们两个一起来，你们做公益的时候别忘了带上我，对，今年来做公益的话你们一起来呗，好，你们全部一起来，来我们家可以放羊放牛什么都可以，你不说还可以骑猪吗？我的妈，对，我小时候还骑猪，这样对吧，他会不会咬我？不会不会咬，吃烤羊肉不会的，学阿子家乡话，
家乡话吗？那你让阿紫教我一句好不好？你要学哪句？应该吧。那我学一句好不好？你真漂亮。你好美。那我教你怎么说啊？能天炸。能天炸。能天炸。能哼炸。不是哼，是天。能天炸。不是。能天炸。天。能天炸。能天炸。天咔嚓嚓，你看这个都知道。咔嚓嚓是什么？我爱你怎么说，阿子儿？我爱你怎么说？谢谢。我爱你用你的。这个我不教你。哎呀，我爱你用你们的那个话怎么说？咔嚓嚓怎么说？咔嚓嚓是谢谢你的意思。谢谢你。什么给你？哇，我就是、那个、会啊。那个什么怎么说、啊？谁教你的？芝麻给你，芝麻给你，芝麻给你，什么东西，什么意思？我就记住了，就是芝麻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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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芝麻给你是啥意思？左左，你是不是去过大凉山？他经常去那边。哇，我爱你怎么说，家人？你经常自己也去那边做公益？对，我经常那边去做公益。哦，然后和你们当地的那些领导关系都挺不错的。难怪有秀家吗？芝麻给你，既然在这里都能碰到，芝麻说我们家乡话的，芝麻给你就是吉祥如意是吧？不是芝麻给你，是芝麻给你。芝麻给你，芝麻给你，芝麻给你，对。芝麻给你。芝多，芝多就是和八加一的意思。芝多。哦，芝麻。那个啥，那个我爱你怎么说，家满？哥，你问阿德，我喜欢这句不教，别的可以教。我喜欢你怎么说？这句你教我，我对你说呀。不教，你干嘛要喜欢我？不教你这句，对吧，家王？你学这句干嘛？你想去找一个男朋友？我们那边的，我就教你。可以，你先教我，我再去。要不要教家嘛？有没有人会？我喜欢你，你要学我喜欢你是吧？真的。我喜欢你，我也不咋说一下吗？教。怎么说？我喜欢你 ，I'm in heaven。啥 ？I'm in heaven。I'm in heaven。啊。哇，好会。I'm in heaven。I'm in heaven。I'm in heaven。对对对对。I'm in heaven是吧 ？I'm in heaven。对。I'm in heaven。对，阿奈和我喜欢你啊！对对对，哥，阿奈和我赶紧说！哎，你看吧，我叫你，你就这样子。儿子，阿子，好的，好好工作，好的。阿奈和我，像女人是有点像，很多人都这样说。好有味道，这位美女是吧？Wow, 啥味道？狐臭味吗？那我说这位美女好漂亮，好有味道。垂帘听政。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。阿雷黑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喜欢你的意思，那个语言就是。哦。你组话。阿雷黑乌。阿雷黑乌。对。阿雷黑乌。谢谢加入粉丝灯牌，加入下粉丝灯牌。家人们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阿雷黑乌。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对。对，哥对着阿哲说呀，对着阿哲说。对着他们说。阿雷黑乌。哥，你说的时候，你知道阿兹阿雷黑雾。家人们，阿雷黑雾。对，很好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也说一句。不懂是吧？不懂很正常。记不住。我都记住了。很难记的，我们那个别的语言。阿雷黑雾。阿雷黑雾。叫阿兹跳舞。我不连任何人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你们呢？我在什么场合，你们都叫我跳舞，真的。分一下场合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不黏任何人，除非他们黏我，知道吗？我不会去黏任何人，然后去打扰人家工作呀，打扰人家，我也不知道人家在直播或者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主动黏任何一个人的，家人们。所以你们不要老是在我直播间说什么黏这个黏那个的。哥，你待会儿有什么安排呀？去散散步啊。走吧，去，我哥要带你散步了，阿婶，走吧，我们一起。家们，我的哥哥要去带阿子散步了，你们要去吗？一起去吗？你把拿上，给阿子，给家们。
这样吗？我们一起去散步吧，好不好？刚吃完饭，我们一起去散步。